大家好，我是玛格丽特，我是个钢管舞的老师，也是一个瑜伽的老师。钢管目前是在全世界，包括也台湾，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运动，还是我叫它一个艺术的表现。它的好处是在女孩子可以表现她的力气，跟她的美感，跟她的性感。对于我自己本身，钢管是一个空中的瑜伽。